我是 Agnes。OK，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我们今天要做蓝藻。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哦，蓝藻啦！你看，我们一人一罐，停停停停。OK， 所以为什么我们想要做这个 live 呢？就是因为哦，丽恩本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从备孕到怀孕。到生到 baby 也不用蓝藻哦，到底这个蓝藻怎样帮助到Agnes 这一个怎样帮助到呢？到底，所以我们还没有不要讲关子，我讲了我不想说，我们卖个关子不讲先，还没有讲这个蓝藻之前哦，当然Agnes 会 demo 给大家看哦，平时他是讲把蓝藻磨成粉，然后过后呢放在罐子。然后过后呢，给他的baby 啊孩子服用的，对好不好？对对对，所以这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是会有点潮，因为有 blender 的声音，你看到这么大家的 blender 在我们前面就知道了。OK， 所以我们就会在大家面前哦去来 blend 这个蓝藻变成磨成粉，然后过后给大家看，好不好？然后过后我们再来解释，可以啊，可以啊，来解剖答案给大家听。好 ，OK， 那你平时是磨多少粒？我刚才要问他，哎，磨一盖呀、啊？没有呀、啊，没有。然后你知道他讲磨吗？磨一罐，一罐，我来一罐。然后你是磨姜的？这一罐，一罐小小罐子。呀、yeah, ，所以我们是3000粒送500粒哈、啊对对对，所以他现在是磨500粒的这一罐。对对对对，来，因为直接是可以磨成一罐哦，然后我天天都有给孩子吃嘛。啊。So, 比较方便哦、嗯、然后我们现在新的哦，这个是新的哦，新的哦，嗯 OK 哦，对，哦2毛钱，一粒也不能少OK 啊，大家关你的耳朵啊，关你的耳朵啊，是有一点大声啊， OK 来、yeah. 我们倒给大家看啊，打完了 OK OK 你搞得我也紧张OK， 这个要拿出来。OK， 嗯，打完哦，看到吗？500粒，打完啊，打完去这个 blender 啊。对。OK， 来，盖耳朵，大家盖耳朵，盖，是有一点大声啊。OK，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啊，它 blend 到多粉。你知道它 blend 多久的吗？大概2-3分钟啊，它你一看到它变成粉了哦，它其实是 OK 了的哦。你看到，因为开得到的嘛，我看它变成多幼而已哦。啊 ，OK OK， 所以我们现在关起来啊、哦。OK， 大家准备你的耳朵啊。对，盖着你耳朵，等一下啊。OK， 那我们调一下。OK， 等一下。OK， 这个问题呢 ？OK， 好。看到吗？它是打。哇，它碎声，你去看到吗？听到那个碎的声音。我妈妈也进来了。Hello, Aunty。我妈妈也进来了。我偷了你 blender 啊，在我家。OK。啊，其实基本上它现在已经是打成粉了，你没有听到那个粒声了。哦。很快的，你看哦，我们的蓝藻本身哦，其实是粉状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原本是粉状的，有没有？粉状的，所以变成哦，你的罐哦会有点青青色，是好吃来的。这样子它是没有硬化剂来硬化那个蓝藻的，看到吗？所以很容易磨成粉，很容易打成粉的，哇，很粉哎，这次打到很美哦，很美哦，对，看到吗？看到吗，大家？看到吗？看到吗，大家？可以吗？这里一个镜头，这里一个镜头。Okay. 啊，很粉的。啊。看到吗？看到吗？粉粉的，看到吗？啊。OK。哇哦。OK， 等一下我们再装另一罐。可以，我们等一下再装另一罐。可以盖起来。嗯。OK， 那你平时是装多少的蓝藻给你孩子？我啊，我通常是如果是这样子的 size 的，都是一点这样子咯，大概，因为他们会吃得到味道啦、啊，所以我会放一点在那边咯。哦，大概是怎么说啊？它就是
每一天的每一餐奶啦，有时候是，每一餐奶，因为几乎上，我觉得没有关系的嘛，它就是一个蔬菜，对呀，每个孩子都需要的营养。那他不会，他不会问呢，妈咪 ，why green green one green green？ 有，我的大女儿会问的，然后那个味道他们就 OK 我啊 ，OK 的，盖得到的，它就是有奶粉盖着嘛，那个味道。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他的奶是清澈的啦。啊，是，他们知道的，好像我的女儿她知道的，她讲哦，这个 green green 的哦，喝了哦，会 make 我 strong 的嘞，她会这样子讲的。哇，我女儿会的，这样很好嘞。她知道那个 green 哦，那个青色绿色就是好的东西。哦，哇，很好。所以哦，今天哦，除了demo 打蓝草成粉给大家看之外呢，我们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关于为什么 Agnes 会这么相信，就是服用蓝草 before 你怀孕，说你备孕的时候，到你怀孕的时候，到你到甚至生了过后哦，然后还不只是自己服用，对，因为有喂母乳嘛，对对对对，还给 baby 服用，对，为什么呢？所以来讲一下。其实我是抱着一个心态嘞，因为我在还在备孕的时候哦，我们人需要不同的营养，各种的营养。对，我把蓝藻视为一个综合营养、所以除了人每个人都需要营养的，所以我除了我自己呀、然后我家人啊，所以我到我生的时候 ，OK 了，先讲我备孕、备孕。真的是一个人，那个胎里面肚子里面吗？是两个人都要受惠的东西来的，对不？所以我就备孕的时候我也是吃蛮多，然后一个人吃，两个人吸收嘞，这样就是哦，你要两个人需要的营养哦，其实平时吃的东西是不够的，对，其实平时吃的东西，而且你可能啊，备孕的时候你遇到好像呕吐，你没有胃口，未必你吃的很有营养。对不对？你吃的东西，我跟你讲，我是喜欢吃 Maggi 米哦，备孕的时候哦，然后我怀孕也喜欢吃 Maggi 米哦，所以就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所以你自己都知道不够营养，对不对？对对对对对。OK OK， 好 ，So 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哦，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资料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哦，100%的有机蓝藻，蓝藻宝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哦是有分为五段期的咯，就是第一叫准备怀孕 期，就是备孕啦、第二就是你怀孕期所需要的营养，第三你哺乳期你要喂奶喂母乳的时候的需要的营养，还有婴儿期还有幼儿期啦。所以哦，其实蓝藻啦，你知道吗？蓝藻哦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就是 WHO 公认为人类21世纪最佳的保健品。哇，很有营养哎，真的真的，所以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均衡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对对对。所以在准备怀孕啊，的过程当中，妈妈们就是会觉得，哎，我要生男生女啊，其实蓝藻是可以控制讲生可以，真的真的，为什么？怎样去控制生男生女哦？如果你今天想要生女的话啦 okay, 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专家讲的。你想要生女的话哈、那个老公 okay, 老公要吃多点解禁食物，他要吃多点蓝藻。老婆需要吃一些比较酸性的食物，就可以生女哦。生男的话呢，老公要吃酸性食物，老婆要吃碱性的食物。就是老婆要吃多点蓝藻啊，因为蓝藻是碱性的嘛，所以是超过60种的天然的均衡营养的咯。OK 然后我们哦，蓝藻里面有一个叫做叶绿素的哦，是可以净化中和和净化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毒素的。真的。这样子生男生女都有的选择哦。对，然后除了这样子，这个你一定要跟他们讲。对对对对对，尤其是啊，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人啊，你们会想到辐射性很重的嘛，很多的嘛。所以蓝藻是最适合的。而且哈、它会因为辐射过多啊，提高那个蛋下先天性缺额的几率很高。对，因为我们哦、用手机，你看我们现在的那个手机哦，它都又会有一个 report 的，那个 report 哦就是会讲。你一个星期你用了多少个小时来看手机，用了多少个小时看电脑，对用了多少个对吗？对啊，对对对 screening time 嘛，那 screen time，
所以多少个小时这样子。所以现在反而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自己看手机的那个时间其实会比以前更多的。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太新的 Reels 啊，TikTok 啊，然后很多不同的 social media 啊，这样子咯， Instagram 啊，差不多几乎每一天醒来就是电话，先按手机声，所以哦，那个肤色其实是比以前的人多的，对啊，所以哦，真的，所以在准备怀孕期的准妈妈，其实为什么这么需要蓝藻？因为在第一个月的时候，其实最需要的大量的什么维生素 E。然后维生素 E， 然后蓝藻里面就有很大量的维生素 E， 一个蓝藻哈、蓝藻哦的三十粒，应该是讲三十粒蓝藻相等于七瓶的牛奶，哇，这真的是很营养嘞啊！所以这个真辛苦，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资讯啊、就是我们已经查了的那个资讯。的那个 research， 然后过后我跟大家分享，对对对，所以不是由我空讲的哈，大家也可以上网查到的 ，OK。然后第二个月怀孕的呢，就是需要维生素 B 十二，然后维生素 B 十二哦，如果三 C 蓝藻就等于比牛肝哦的那个 B 十二多出2.5倍，哇啊，所以有多好，你懂吗？真的嘞，不用去吃这样多去找那个营养，就是蓝藻，你就可以拥有那个营养成分在，对，均衡营养了的。对，然后除了这样子，也需要维生素 B 六 啊，相等于60克的面包，哎，九十克的面包，九十 gram 的面包，哇哇，你 OK。OK， 很肥。对，我就是想要分一点吃90克的面包，是不是很胖 ？OK，So OK， 来第三个月你讲那个。Alright， 其实蓝藻哈，它拥有的蛋白质啊，比牛奶多5倍嘞。哇！所以在同时，有时候我们怀孕的时候我们很怕喝孕妇奶粉，为什么？会很胖啊？对，会很胖，因为你喝孕妇奶粉的话，它其实会导致你很胖，然后你的 baby 会过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但是又怕不够哦，对，所以你会想，就没有办法，你会想要喝，对，所以这个是它比蛋白质比牛奶多5倍，所以你是想看，这当然自然长不了，所以不会肥的，因为要的是营养 ，OK， 对营养 ，OK， 所以当然来到第四个月哦 ，baby 胎盘就开始形成了，第四个月胎盘开始形成哦，然后胎儿的内脏开始哦，就是建立起来了的时候，需要什么呢？就需要胡萝卜素啊，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的，然后它哦里面有高达25倍嘞，25倍。好多，所以你看，你讲 I gain a lot of weight 啊，在喝那个奶粉的时候，milk powder for pregnancy， 哇，真的，哇，果然是妈妈的心声，对我找他来代言是最真的最对了，不敢喝。然后过后还有，如果 baby 5个月怀着5个月的时候哦，胎盘发育完成啦，然后过后啊，准妈妈也开始感觉到胎动了的。对，5个月的时候，然后也能够 baby 也可以感受到妈妈的情绪哦。然后这个时候妈妈最需要的是什么营养？哈，月见草哦，其实有很多妇女都很喜欢去 pharmacy 买这个。对，月见草油。对，我以前也是有找过。亚麻油酸。酸。OK。然后这个吃亚麻油酸 GLA 哦，其实吃蓝藻的话是比月见草油哦多3倍，哇、哦，真好哎！由前面到现在一直都多几倍哦，你看哦，真的就单单吃蓝藻完了 ，OK。然后第六个月呢？哇，第六个月来到我们最重要的叫铁质。有时候我们怀孕的时候，我们会讲哦，铁质不够啦，钙质不够啦，对，每一次去复诊的时候，对，然后医生都会 check 这个东西啊，造血的啊，我是有这个问题，对，然后但是你，我吃蓝藻吃很多，一天大概那时候是15到20粒，很多。然后因为我这样子哈，变成我整个孕期我不会有那个不够血的问题。你是不是有 before after？之前是不够，然后过后、对，过后就吃了蓝藻，大量吃蓝藻，过后又再多一个月 check 的时候，对，有进步，有进步，我记得，因为
次医生就会跟你说你不够血啦，你要注意啦，所以他们有建议吃很多东西，我不可能吃太多的食物，那牛肉啦那些，所以我就选择蓝藻。哦，原来 对，所以啊，铁质比菠菜高达56倍啊，56倍耶，补血嘞，真的好。然后到第七个月的时候，胎儿的内脏就开始发育了，对，所以需要什么？0%的胆固醇的优质脂肪，OK， 比月见草高达3倍，刚才有讲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哦也是很需要的。然后到第八个月的时候哦，baby 的肌肉 OK muscle 就开始 form 了啦，所以需要什么呢？哇，需要高植物蛋白质及低脂肪，低脂肪啊，低脂肪，低脂肪啊，就是人家讲的养胎不养肉那种感觉哦，养胎不养肉，是哦，真的真的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每次做妈妈都会讲了，哎呀，谁了？我又大肚子，我又养肉了，就是到底是怎么样、哦、？OK OK，然后第九个月呢？第九个月后来讲完10月啊。所以一个产品可以吃10个月、哦、很好哎、欸、很好哎、欸嗯、第九个月来到第九个月它就有高蛋白质及低钠食品，你需要摄取，不要降讲咸的东西哦啊，因为不然会造成水肿哦，对哦，嗯，其实怀孕妈妈很容易水肿，对，真的怀孕妈妈很容易水肿，真的。然后到第十个月呢，哈，第十个月我要生了，要生了是啊，可以生了，可以生了第十个月就是维生素 B1 就是等于像等于啦16尾沙丁鱼哦，你可以一天吃16条沙丁鱼，不可以一条我都觉得很饱了，16条 OK 啦 OK maximum 2条都不到16条 OK 啊，所以哦这个的那个补充就可以有完整的宝宝的发育啦，对对对对啊。然后哺乳期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哺乳期的时候怎样可以轻松的哺乳哦，是产后修复，其实产后修复真的很重要啊、而且除了穿 Alora Band 瘦身以外、哦、瘦素啊，瘦紧骨盆哦，瘦素子宫，对不对？对，除了这样子之外哦，其实你喂母乳的时候蓝藻怎样帮助到，因为你喂母乳的时候其实它需要更多的营养，我听过人家说就是喂母乳哦导致那个牙龈流血，因为它的营养已经在流失了嘛，哦，我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哦，脱头发啊啊，牙齿牙龈流血，那些我没有哦，会掉，我没有哦，我牙齿保持好好哦。哦，对哦，妈妈好伟大。然后过后它还会好像导致你整个人好像食欲很没有开胃这样子啊，对，因为你哺乳嘛，如果你不够营养的话，对对，你会影响你整个全体的身心的，然后你还要晚上哺乳啦，导致你睡眠不足啦。然后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其实哺乳期的时候妈妈吃什么 baby 就吃什么，对，妈妈吃什么 baby 就吃什么，对，因为你喂母乳给她吗所以怎样可以有轻松的受乳的话呢其实蓝藻可以帮助促进自然分泌，有丰富的营养的乳汁你有没有发现你吃蓝藻过后你的那个奶呀是非常漂亮的，会，而且我会，可能我的心态啦，我那个奶哈，我会觉得，哎，这个就是最好的营养啦，我会这样子的有一个好的心态，因为那个我看到我的孩子啊，他们的体质啊，全部都很 OK 哦，真好哎、很美美的，美美哦，然后过后当然在产后的修复，蓝藻对于产后的修复。真的是很大的帮助，不要看它轻轻这样或者是拆半了它是哦产后的修复能够帮助哦红色素的产生啊，造血，对，造血很重要，对，生的时候啊真的流失很多然后我改善产后贫血然后促进产后修身苗条的身材哦，平衡荷尔蒙哇，产后蓝藻吃，产后过后我吃大量的补充蓝藻，可以平衡荷尔蒙，稳定心理、妈妈和宝宝的情绪，这个很重要。对对对 ，emotional mental health 很重要，帮助减低产后忧郁症的几率。对，因为如果是好的食物哦，你吃进去哦，你都会很开心。对，对对，健康和好的食物，所以让妈妈保持好的情绪来孕育下一代，就是这样啦。
所以当然婴儿期的时候呢，为什么宝宝七到十二个月哦，七个月大的宝宝都可以吃蓝藻了的，好，因为需要的七大营养素，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啦，脂肪啦，矿物质啦，维生素啦，天然色素啦，高碱性食品，对对对，这个是七大营养素宝宝所需要的，因为我们的蓝藻是没有添加。我们的蓝藻是没有添加任何它是成分180%，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因为是天然的东西对对对对很多人就是讲蓝藻里面有什么做的，其实蓝藻就是蓝藻，没有用什么做的。对，就是有人问我蓝藻是什么做的，蓝藻就是菜啊，就好像你问菠菜怎样做的这样子，其实蓝藻就是蓝藻啦，它就是藻类。它就是晒干磨成粉，然后轻轻这样子，对不对？压缩成一粒粒，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打的时候这么轻松，这么容易？好，就是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大家真的是要吃蓝藻，而且我们有很多见证。对对对，很多见证因为现在的孩子看很多荧幕iPad 电脑手机产品。对，所以蓝藻也是可以助于什么呢？散光，眼睛的视力。我想到一样东西我以前有近视的吼，我一路以来吃着蓝藻，就算我怎样累都好，每天到现在我的视力没有说增加保持美美哇，到现在的确是真的，我是有近视的，我有验过啦，有一次它还比之前的浅一点对对对。进步了，有进步，真的真的真的有进步，真好。所以大家这个蓝藻甚至你在电脑旁边你在用这电脑，你要用这电子产品的时候放在旁边，为什么？因为在日本政府其实有公认为抗肤色OK， 只是放在旁边罢了。放在旁边，电脑旁边，你有没有听过那种竹炭然后放在旁边电器旁边可以抗肤色。对我们的蓝藻也是可以抗肤色，就只要开杠杆。不用，就是这样罢了。OK， 都可以抗到肤色。OK， 然后口味也是讲，我的近视散光也是签了，恭喜你，真的很好很好很好。真的是很当你有近视散光，你知道很麻烦的事情。对，所以我看我们的今天分享就是这样啦。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个分享？因为难得我们有 VE Health Seminar 的这一个 promotion。对，然后这个是今天是 last day 啦，所以要的话就赶快赶快啦，下订单 VE for you， 订我们的这个蓝藻啦。那一罐3000粒蓝藻一个人本身可以吃一年可以吃很久所以。是非常经济实惠又健康富有营养的我们的保健品，对，最好最有营养的菜所以今天我们卖菜成功，卖菜这个菜大家都需要的 OK 好吗？大家要看那个粉吗？那个粉我们等一下拍照注意一下我们的 Agnes Chu 的那个 Facebook 然后就会把它 post 出来了。好 OK Samantha 大家讲我近视散光没了， Samantha 见证也是超好的，真的真的是要大力介绍大家我们的 BE Belix 蓝藻100% Organic 100% 从日本进口的 BE Belix 蓝藻啦。OK， 所以我们不跟大家讲啦，我们要跟大家讲拜拜啦，谢谢大家的支持，很多人在线上看我们 live 如果你觉得这个 live 很好的话，请你多多的发出去，让身边人更知道，更有知识知道我们蓝藻怎样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身体的好处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拜拜啦，祝大家身体健康，拜拜。